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波。今天我要教你拍欧巴欧尼网帅网美的照片，帮你的 profile 圈粉、骗赞、骗爱心，不被刷掉不？啊，这是一个看你的年代没错，有年有肉就有 like， 但是也要有美感啊 ，brother sister。这什么是没有美感的照片呢？就是这些了。I don't get it. What are you thinking？ 少一点自拍，多一点生活色彩，让人家觉得你是有温度的。以下四个重点，请做笔记不？穿搭不理温度，只在意美感度。取景负责整个照片的 mood。自拍28度，半身留三空，全身中二法则。排版一错毁所有。那你看了之后呢？你大概跟我说，你没有什么会拍照的朋友，没关系，幸好你有我。我只好再次无私的传授你我的神功吧，秀好不秀坏，笑得自然惹人爱，看似不经意，气质若满地，看似好人缘 ，TMD 装逼又边缘，不，秀好不秀坏，自拍是不用太多摆动的，那只要懂得把自己最好的角度呈现出来，那接下来就可以用欧巴欧尼最常用的28度去拍。这样拍的用意呢，是要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丰富，而且你的肢体也可以表现得更自然，同时还可以营造出一些男友女友视角不？笑得自然，惹人爱。那自拍的话，一定要用 timer， 而且还要经过特别的训练。首先，脸部放空，然后 timer 启动，54321，等到最后一秒才叫，这样你的笑容呢就很自然的不？看似不经意，气质若满地。所谓气质呢，都可以和大自然借的。阳光好的时候呢，就去找花草树木 selfie， 那整个照片会看起来西北有 feel 的，根本就没有人懂你在一夜外面拍照的不？那你讲你边缘没有朋友没关系，你可以跟 Pripod 做朋友，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你现在在拍洗头水广告，你要秀一秀你的头发多么的柔顺，或者是你想要拍那种很外拍的感觉，开 timer， 开 portrait mode， 哇，你看出来的照片美到啊！风来的时候就要把握机会，趁机拍个280多张。哎哟，仙气逼人的、哦、男生就可以走文青路线。所谓文青呢，就是很斯文的在很 green 的地方拍照。喂老婆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当时你找我找得很辛苦，所以我下载了这个 app， 让你更加容易可以找到我吧。它叫做探探 app， 它是一个交友的 app 来的吧、啊、立刻去下载一个探探 app， 然后申请一个免费的 account， 然后你看到我的 profile 呢，就会很向右滑。我在这里等你吧、啊、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刷其他女生的，我只会把你刷掉。看似好人缘 ，TMD 装逼又边缘。你的 profile 里面呢，一定要看起来有 social life 的 social media 嘛，你没有 life， 谁要跟你做朋友哦？所以偶尔呢，要有和朋友出去聚会的照片。至于朋友有没有在照片里面不重要，看起来有就好了吧。那女生呢，就可以善用你的 bag， 还有餐桌上的餐具，他们都是你装逼的最佳拍档不？你可以很 low budget 的拍出卖萌装逼假文青的照片不？结论是，好的照片会让人家对你有好感，一个有温度有色彩的 profile 呢，会让人家想要更加去认识你，探探真实的你，间接的把你扩充你的朋友圈，让你脱单有望不？花多一点心思，除了能骗多点 like， 也多一点机会被 swipe right。 不信的话，立刻去下载探探 app。那探探爱是一个非常注重私隐和缘分的交友平台，如果你们没有双方面都对对方有兴趣，都把对方的 profile 向右滑，你们是不会交友成功的吧，也不能开始聊天。所以现在用我教你的方法去骗拍你的探探 profile， 祝你交友顺利，脱单有望吧。那由于这是一个业配，也是一个偶像剧，所以我海根一都要给男女主角相遇一下的，所以同样都在 Starbucks， 这是一个要前门处，一个后门处，然后在外面相遇，哇，多么浪漫吧。呼，他们当下心情是，哇，这风碎啊，碎碎不遭罪了。哇，这条仔是矮了一点啊，我这人跟照片差这样多呗。男的一听了，他知道这是个命题，看淡定的笑一笑，跟他说，是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真人比照片没这样多吧。哇，这简直是 win 了的吧。这我们两个就很开心，心花怒放，开始一起跳起来咯，一起去约会。这个时候就要放偶像剧 OST 的吧。Every time I see you， 啊 ，sorry 啊，又没有 budget 给版权费啊，所以不只自己唱啊。But anyway， 你们懂那概念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就要分享2次，看个8次，看一下像我意思不？也要去 like 我的 page，follow 我的 insta， 也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